那是黄昏月亮要出来的时候，第二届世界大战时阵，有一个台湾的少年人，去予调去南洋做军夫，所写出来一首好听的歌，是代表着男人对女士的一个思念。妹妹，你所寄予我的批，我收到啊。你用 APP 传给我的照片，我也看到。我本来想回传给你，可是我怎么按都按到 LP， 因为我的手机找不到 APP。 看到你的照片，我很开心也很高兴，想不到从小我看着你长大的样子，你现在已经亭亭玉立，长大成人。记得小时候你喜欢拉着我一块洗澡，那时候叔叔也是一个含苞待放的男生，经常跟你洗，洗到最后你妈妈反对要我离开你。这种拆散男女私情的事情是个很残忍的手段，可是叔叔很有勇气，当时毅然决然地离开你们余家，走到外地做个流浪汉。算一算时间也过了20年，你应该过得还好吧？我讲到这为止，这跟这个歌敢那无啥关系。哎，哦，我是示范讲口白。是啊，鞠先生，哎，你爬车吼，你爬点半钟已经够啊。啊，是来哈。哎，来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你都爱停啊啦。啊，就小姐。你拍车时间无啦，那有人发誓啦，要出动一下吼。这首歌的感情才用得出来。对对，啊，再麻烦一下。麻烦你搁开头一下，预备起。哦，是啦。是啦，是啦，是我讲。你免是啦，免是啦，是啦是边个口白的人讲的吼。哦。是啦。哄。哎，你免唱啊。你那，你那听到一定是啦，你都免搁唱啊，你都可以讲。是安尼哦，啊，你无听过，不是啊，我爱甲恁查囝训练者，我了解啦。啊，是啦，是啦，你还是讲较早嘞啦，你讲想把人给插进去，你安尼。遐怪叔叔讲的话，你莫相信。伊讲什么战争的时阵，什么甲你说辛苦拢骗人，真正甲你辛苦人是我。遐了解。您爸叫做于天，本名于清源。您爸当初时出来选立委时，甲您妈妈李亚平两个人是四界拍拍照在咧拜票，根本无时间照顾恁姊妹啊。您爸有一下讲，碰诶，我诶第大汉查囝去交别人，第二查囝就交乎你咯。我甲你抱转阮家，慢慢啊甲你幼饲。开始我拢无对你安怎，我对你非常的尊敬。虽然我甲你洗身躯，但是我拢想过。我人未过跳过，所以你免烦恼。对你来讲，你也尊敬阿姐我才对，了解吗？向你唱歌。是啦，我叫你听无，我叫较大声。是啦，其实不管那两个阿姐过去是安怎照顾你。
迄个碰阿青，因为伊人生当中出太第三次的，到尾啊，伊都无法度来照顾伊。恁爸爸就甲我讲：“孙啊，我要来无用，我要来临法院，为着所有的百姓来出声，所以七七都交乎你。”所以，谈到今仔日落雨，明我就来讲，我无甲你洗身躯，我只是甲你去换尿珠啊尔。而且，我即摆我咧橱仔底，搁收集你放过两个尿珠，我甲收起来。你哪有人敢哭？爱出去看医生？你是那个蒙多威？是啦。趁着今仔日月光明，我酒嘛啉落啊。平常时我是唔敢甲你讲，其实今仔我要甲你讲一个秘密。我就是恁爸爸啦。是啦，认识，其实我就想的你敢知？啊，你拢无感觉吗？啊，你听得懂吗？是啦，是啦，你有口白要讲吗？是啦，恁讲煞袂，我要唱歌。要求死囡仔，是啊，恁爸话要袂该讲我。是是是。啊，是啦，燕琪，燕琪，你从小就喜欢随地大小便，现在还是这样子。啊，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最喜欢骑坐摩托车。我就骑着摩托车在你大街小巷的玩，那时候没有口罩，我就拿你妈妈的胸罩，我戴右边，你戴左边，啊，那种快乐的时光，好好想念。哎，那是黄昏的牛要出来的时，甲听阮心内。唱了非常之好，是啦，是一个国家。最近有小可咧冤家，喂，来，这个查某囡仔经过咱四个查甫甲磨，磨练过，甲迄落该死啊个了，训练过了，相信以后伫这个表演方面的更加功力百倍增加。